联盟今年自由市场流动慢，各队对砸大钱态度保守，球员想拿大约相当不容易。教士据传愿开给何斯莫 Eric Hosmer 7年约，但薪资总额不到1.4亿美金，对教士来说，他们认为这算是可接受的价码。但美媒报道，和斯莫的经纪人波拉斯 Scott Boras 显然不这么想，并未同意教士的条件。大联盟定出1.97亿奢侈税门槛，即便洋基、红袜、道奇等豪门都极力想避免让薪资超过这个数字，包括达比修友、杰迪马丁尼兹 J.D. Martinez 等有时机寻求大约的球员们想要如愿很不容易。不过去年打出佳绩的何斯莫据传获得教士开出7年约1.4亿的大约。虽波拉斯指出何斯莫获开价的报道有误，教士球队总裁佛勒 Ron Fowler 依旧对何斯莫释出善意。佛勒认为他们在所有对何斯莫开合约的球队中开出的条件应该算诱人，我们觉得这条件很好，我不知道波拉斯是不是也这么觉得，那又是另一回事。教士开的条件以目前自由市场的状况已是不错的价码。不过 The Sport 记者威尔森 Jason Wilson 指出，波拉斯还是想替何斯莫拿到8年2亿大约。威尔森推测，倘若教士拿不到何斯莫，他们会让28岁的迈尔斯 Will Myers 受一累，反之若签下何斯莫，迈尔斯就会去守外野。中时电子报。